听。Hello， 沈聪又来了，我跟你们打个招呼 ，My friend， How are you？ OK， 我跟你说个笑话先，因为我最愿意跳槽市场买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安迪就过来帮我买个二手鞋子，他就一度买一度试，看他告诉我，我的女儿为什么你不去公司买个新的来穿，买二手不好。然后我听了就之后，我就告诉安迪，你跟你女儿说，我买二手比较好，为什么？我穿的脚痛，我可以丢了，价钱很便宜，我一点都不心疼。但是呢，如果我去公司买的就不一样了，几百块一箱，还有穿了脚也痛，心也痛，皮包也痛，所以说哪样比较划算？我觉得都是买我的鞋子比较划算了。OK。我跟你说一点整体的东西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，你有没有发觉我捏的很多 baby 公仔？为什么我会摆出很多公仔给你们看呢？因为主要呢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你们看到 baby 公仔，这里，这里，那种就是 baby 生出来的时候，尤其对 baby。喝奶的时候，出冷奶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，可能他冷奶比较排尿比较多，所以他就比较很容易给他尿布烂掉。你们没有看过，可能你不相信，我就当年有那个问题，我的好朋友，他真的救了我的命了。为什么？我当年几十年前，我乳房生了一粒肿瘤，我问我的妈妈，妈妈说不要紧。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就说，哎呀，你快点看医生啦。咁啊，然后我看了就讲，幸亏是良性肿瘤。那个朋友真的很好，叫龙体，龙一条龙的龙，体地，真的很好的朋友来，所以我永远都会记得他。所以说那个方法也是他教我的。为什么？有没有看到我那个 baby 很红了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的当年我的孩子的屁股就是这样。你不相信啊？你查 internet 有那种屁股的，因为他可能去冷奶比较，我的尿多比较屁股比较容易烂掉，所以如果看医生买随便买药膏，我觉得很难。因为我曾经试过有一个人送了一支药膏给我，他是医生配给他的，后来用了真的很好，但是很贵，真的很贵，还有不方便。咁啊，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蛮管用。为什么？你可以不止擦 baby 的屁股，还有帮自己的皮肤不好烂的肉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制造自己的药，来比自己用，放在家里也好，随时自己弄一点也很好。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一样东西呢？你看到那些 baby 公仔，我当年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，没有骗你，所以我很记得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方法很管用，所以我觉得最简单，很想跟你们说就是这样的。我放将我那个公仔放一边先啊，放一边先 ，OK， 放一边先，我将你公仔放一边先。咁呢？我跟你说样东西什么？我将你公仔放在那包就是盐啊，塑系盐嚟嘅，塑系盐。然后呢，你都是这样啊。还有我拿着点资料，哎，不行，你拿着给你看。有没有看到？这里什么东西啊？结果就是。
我等下下次跟他们说那种东西先，真的很好用。我的孩子擦了这个东西做之后就没有烂掉了。那种就是一种叫做黄连，一种中药来的，你药材店有得买的。那种叫白矾，药材店也是有得买的。那个 baby 对比他们屁股烂掉的 baby，咁啊，然后怎么怎么嗱？睇下呢度嗱，你不用我读啦，嗱，你自己看清楚啦。OK，咁啊，我然后咧，我放一边先，啊，放一边先。啊，这些我们的药，我就怎么做咧？很简单，呢种就是 water 水嚟嘅。你准备个小瓶，最后你做嚟咗之后，你放冰橱，比较容易保温，冇其他发臭。还有呢个一个空嘅小樽嚟嘅，我觉得如果用这个口这么大咧，好像不太方便嘅。最后咧就你用这个，这个比较小，尽量用一种东西弄碎碎咧，然后放在里面。你看啦，你自己喜欢啦，对不对？咁啊，然后咧，我教你怎么做咧吓。咁啊，呢包盐咧就最后别管先，最后取来用。咁啊，首先呢我们就准备呢啲白饭，系嗰种明饭嚟嘅。啊，呢种就是一种，我们说一种叫做黄连，喺药材店有得买噶啦。OK， 嗱，它有点黄黄色嘅，嗱，放在啲水 water 里面，放浓缩一点没关系，少一点水比较好，浓缩一点比较好。我阿家家做给你看啦，哈，随随便便哈，因为你们做嚟咗之后知道怎么做啊，要将呢种。啊，放在里面啊，那种黄连放在里面，然后啊一点点的白饭啊，呢啲系白饭嚟嘅，放在里面，咁然后咧，然后放低一两年没关系嘅，因为呢种东西不是我嚟切我嚟查的，没有影响嘅，喺又有个冰橱保温它，咁啊，如果你说它的药分比较浓缩一点没关系，你可以放多点黄连也可以，这样我随随便便放点给你们 try 先啦。然后咧，你浸好咗就最后就有两个月呢药出嚟溶掉，咁然后咧，啊，然后咧，当你用的时候咧，倒一点点出来，皮松，倒一点点出来 ，OK。咁啊，然后咧怎么用咧？啲 sugar 啲嘢嚟嘅，啲嘢嚟嘅，我就拿几粒就好了，在里面拿几粒放在里面。当你用的时候咧，我不记得拿明法吧，没关系。嗱，我随随便便啊，拿一条啊明法吧，啊，沾一点，唔好拆蛋，沾点，又冇，它的肉已经烂掉了，很痛嘅。所以你说沾一点点的水，用了明花瓣，咁然后将啲卵拆掉，咁然后咧，没关系，你包住尿布也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曾经试过包大概一个星期，真系蛮好了。本来我的朋友咧就告诉我，我试过没有效力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我的方法用得不好，或者我没有个耐心。咁啊，然后我朋友就看到我的 baby。所以看到我 BB 的屁股是这样，所以我他劝我你要做，后来我最第二次最长时间成功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可能懂得要怎么个方法给他 try 到真的好了，第二次我很开心。所以这个好朋友我永远都记得他，他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，真的真的。OK， 我就是来这里了。好的，给我一个订阅，拜拜。